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迪。刚才呀，要出去买一个鸡蛋饼啥的，我是不吃面，我不吃面条，我也得来点面食，我就可爱吃面食。大哥下来说的今天饺子，哎呀妈呀，饺子的话必须得搂他，今天上楼吃饺子。今天是蒸饺、猪肉、芹菜、虾皮、萝卜。明天奥尔良烤琵琶腿、圆葱炒干尖儿、麻辣烫，不错啊。周五狠呐，周五有牛肉啊，哥们儿们啊，牛肉地三鲜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新来的饺子，两种馅的饺子，这个好像鸡丝儿啊，鸡丝拌黄瓜。来吧，来一个吧，这大有馅儿，可以吧？这面皮儿，我专一都要出去了。都要出去买饼去了，好像鸡丝哈，好像那个猪的瘦肉丝，挺好吃。我最近米饭吃多了，今天特别想吃面食。我今天早上没上楼，不知道中午吃啥。今天早上去办理那个，我房不卖了吗？卖完了不得解压吗？今天早上去办解压去了，所以没搁单位吃早餐。有好多老姐说的，大军呢，你房不卖了吗？怎么还住呢？就笨寻思这个买房卖房的不能像买苹果似的，但是有步骤的，签完买卖合同，完了银行通知你去彻底压，就是把贷款还上，完了给你彻底压。那不是我说想还就还的，得通知你去才能还上。他那头抵押一撤销，我就把户过给人家，完了那款打到就是房产局有个专门的账户，打到那点儿呢。完过几天房没啥毛病，到我这账户里。有好多朋友问我，大军你房卖了吗？怎么还搁这住呢？我是20多天签的合同，那不是签完合同我就搬走啊？那到我卡里我还有个三四天时间整理啥的，才给能腾房。萝卜、粉条、虾皮儿，哎呀。这虾皮味挺浓啊，这笑声甜呐！这小加号得4-5个，你是不是得问大军那天你是不是你不都过完户了吗？那个跟这个没关系啊，那个现在不方便说，等他过一阵实锤了落地了再跟大家说，两码事啊，两码事。再来个肉的，肉的，我感觉素的好吃。大军呢，大军呢，你低了个大胖脸，你就说蜜饯眼的话，自娱自乐那个人。我姐搁那瞅我乐的。今天不喝那个酸奶了，嗓子有点不对劲，有点甜，玩点绿茶。今天晚上还得回家晚，5点多还有个飞机得接。今天，行，今天到这儿躺一会儿，下午接你，拜拜。